因為我係 Mira， 頭先咧我喺度做咗嘢嘅時候，跟住睇 YouTube 啦，然之後咧忽然間俾我睇到有一個都算係我以前有拍過唔少嘅類型嘅片啦，就係、是、因為如果我舊觀眾嘅話，應該都會知道我係好中意，我曾經都拍過幾次去便利店裏面用一個金額買依啲嘢食翻嚟，組成一個完全非常好食嘅美食啦。自己講，然之後我啱啱睇到原來韓國咧都曾經有個節目叫做《馬先生有索對》，佢哋而家咧都喺電視仲有播嘅。咁但我見到呢個就係2019年，然之後佢哋有個特輯咧都係喺便利店裏面揀食物，然之後去 match 翻一個新鮮嘅組合出嚟。但係咧佢哋就係唔係自己 match， 全部都係觀眾嘅 recipe 嚟嘅。然之後我睇完之後，我真係覺得好似好好食咁樣咯。所以咧，我而家決定要出去買。希望買到咧，因為佢係2019年嘅，即係好難講，因為可能有啲嘢食係，譬如係限時，唔係限時，有啲食物可能係限定或者係一啲季節嘅，我想講咩？再次，係啦，我覺得我講嘢有少問題，你可能有啲嘢食係期間限定啦，咁所以我希望揾到，出面咁多間便利店，點可能揾唔到係咪？好，而家就出去先，超級臨時呢個企劃。睇先啱西谷素，會唔會真係隔咗太耐，所以冇咯？頭先我 kim 西谷素，係咩？咁買多幾杯咯 ，OK 嘅。我啲，啊，哇，好衰啫！但係其實可能要佢個湯啊，因為佢話係佢要整越南風味啊，點算啊？我哋冇但係，即係平時咧就好容易揾，但係而家要揾嘅時候就冇咯，成日都係咁樣喎。好，我都估到咧，唔係間間都咁容易揾到呢啲食材咯，所以我都預咗係要行幾間嘅。而家就去第三間睇下有冇。但如果冇嘅話，我哋今日呢一個計劃係咪就失敗啊？應該轉咗個 menu 學。唔得啊！我哋要跟住佢 original 噶。所以有時啲突發企劃就係有個唔好處。呢邊係醬，萬能醬。你咁幾都有。走投無路嚟到 supermarket， 揾到類似嘅麥撐，係呢一個牌子嚟嘅。這個 good 其實佢係同一個 brand， 然之後係呢一隻嚟嘅。揾呢個嚟代替，好啦，揾呢個代替。好，好難揾啊！好，而家我哋已經去緊唔知第幾間嘅便利店啦。如果真係冇嘅話咧，都真係冇辦法，已經盡力揾緊類似嘅嘢可以代替，但連類似嘢都冇。但布谷媽其實係咪可以就咁買一個咧？但連一個番薯都買唔到而家。但而家因為個 concept 係佢哋個電視節目係喺便利店裡面揀一啲食物出嚟，然之後整成一個很好吃的嘢食嘛。咁所以其實我哋要喺便利店度揾到，如果便利店揾唔到都冇意義咯。係咪先？我哋個意義其實在於便利店嘅便利。可能而家冬天，所以佢唔會買 ice cream 嗰某一個。唔知道。即其實如果係要一早準備嘅話咧，係可以準備到嘅。但是就想有这个即时性的感觉，其实都是刚才看回那些电视片段嘛，所以是极度即时的。 Oh my god， 你在哪里找到的？这里、哇，好巧我过来啫。哇，真的不是想找他，你找到我好开心啊。但是我们要姑姑妈在哪边，可能在第二间都找到。好 OK， 找不到冰的，但是我们有这些。咪咯，點解跑完咁多間都冇呢啲？係咯，平時係見到一大扎噶嘛。啊！但我反而冇見過。我成日見到，因為我唔食，跟住但係我成日見到。Yeah！ 感動啊，擺齊啊！但係頭先去問嘅時候咧，某個店員就話係即係期間限定咁樣嘅。跟住但係頭先睇佢嗰個 shop 嗰個日子係去到2021年咯，所以應該啱啱整。2021，可以翻屋企。姑媽，呢個同呢個一 set 嘅，咁樣，仲爭個牛油，牛油屋企有，同埋水同埋冰咯，同埋蛋，對。好，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拌麵嚟嘅，整熟佢先，然之後等佢熟，
上次去呢個背影度拍片好似，又有啲陌生啦。其實我本人係唔中意食吞拿魚，唔係特別好味。我覺得吞拿魚要加沙律醬熟味，都未有熟味啊。我覺得會勁快呢個，可以倒水先。咁樣行出係入幾多次？嗱，而家個面咧就係咁啦，其實佢就係粉絲嘅狀態。然之後吞拿魚，啊冰啊，爽！好香啊，有吞拿魚。係啊，超香。我睇得太心急了，其實勁少咯呢一注，係咯，冇咯，一啖半，好，然之後咧，真正放吞拿魚落去，跟住就係 kimchi， 我個人中意炒過嘅泡菜多啲，所以我就揀咗呢一隻，我覺得炒咗嘅泡菜係香好多咯，嗰啲即係譬如烤肉嗰啲咧，我都會中意。掉啲泡菜過去烤，真係一定，一定要呢個。去完之後就落呢個萬能醬啦。唔知道佢同一般嘅片片醬嘅醬有啲咩分別？佢聞落去有少少甜醬味。佢同一般嘅片片醬係唔一樣咯。即係如果我頭先係用藍色嗰包嘅話咧，成個味道會差好遠。唔覺得一定要買到呢個啦，其實因為咧撈面咧嗰個醬係最重要噶嘛。好，好，然之後就撈啦。我覺得吞拿魚就咁食唔好食，但係佢需要同其他食物一齊去配搭咯。OK。哇，個好味嘅原因係佢過咗冷河啦，所以佢啲面係好清爽，本身係淋淋地噶嘛，跟住但係過咗凍，所以係。會彈牙啲嘅，因為佢有肉喺入面啊，即係佢有，頭先佢有吞拿魚喺入面啦，所以即係我覺得任何嘢食裡面有肉都係好食嘅。然之後我想講個醬真係超好食，大家想象一下，平時我哋喺香港食到嘅甜醬，加咗少少蠔油，然之後加咗少少辣醬，聽落有少少似腸粉嘅醬咁樣嘅。然之後即係總之佢，然之後加埋 kimchi 嗰個好爽、好脆口嗰、那個味，好好食。嗰啲好味我停唔到，唔得，我要整下一個，呢個堅好食。好，然之後第二個咧都係麵嚟嘅，咁呢一個係越南湯河，咁但係咧湯同埋麵咧係分開處理嘅。首先又係將啲河粉落去咗先。因為真的找不到它的版本，我懷疑電視他們買的版本應該是已經沒有出了，因為我們走了 N 間便利店都找不到，超市都找不到，所以就找了一個最相似的來代替。然後這個是我非常喜歡的麥撐，如果它推介是大腸你會不會買？我會自己變成麥撐，因為反正個味道是差不多的，只要牌子是一樣的話。但這個頂你先，正超正，好，佢话要全部，所以我就全部放晒落嚟。哎呀，你再来，我应该买翻屋企咁样整咯。哦，同埋食食下咧，我觉得佢有肉酱意粉嘅味。佢明明系吞拿鱼，但系佢系有种猪肉牛肉嘅感觉。我觉得应该得啊。如果佢呢一个咧，哇哦，我很香。好，咁然之後咧，哇！先試一嚿，夠食先。好辣，辣過辣雞，我覺得。好，然之後咧，呢個河粉已經 OK 啦，就放落嚟做拌面，所以成個辣度應該冇咁辣嘅。我吞口水啊！深夜睇呢條片嘅大家真係 ，sorry， 陰公真係餓住咁睇。好正啊，好似，哦，溝稀咗冇咁辣，跟而家
加埋個麥餐一齊食。嗯，即係我就覺得唔辣咯。但我覺得驚喜就冇頭先嗰個咁驚喜，但係佢係好食嘅。頭先個清爽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口感，但係呢個就係你會知道兩樣嘢 mix 埋咯。咁佢真係幾辣喎，兩啖已經要飲水咯喎。可能我渣咗，我以前食得辣，但係而家我最近好似食唔到它辣。佢啱啱有啲水嘅，佢啱啱呢個醬啦，整翻個湯先。咁咧就要嚟整韓式燉雞蛋，韓式蒸雞蛋。我真的覺得咧，點解啲網友會咁樣諗到呢啲 idea， 實在係太犀利啦佢哋。因為平時整韓式蒸雞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會放一啲湯入去一齊蒸啦。而家就有一個現成嘅湯喺度，所以你就買一隻蛋，咁樣打勻佢，倒適量嘅水落去。哦，我都唔知應該倒幾多，應該咁上下。哇，感覺會幾好食咁樣。微波爐蒸蛋，然之後叮一分鐘應該係。哇哇哇！好無奈。佢未得嘅狀態咯。佢未得，但係佢頭先滾到咁樣，同埋蛋話唔可以叮噶嘛，唔係咩？本身，反正韓式嘅蛋係要咁樣撩噶嘛。佢已經熟咗勁多咯喎。哦，即係佢係湯太多，可能係。啊，可能係啊。哇，好熱！嗯。哇，佢嘅賣相係非常之 OK， 即係。基本上是真的韓式蒸，但我覺得我應該湯放太多，所以剛才在微波爐的時候好像就要火山爆發一樣，所以我不敢再叮下去。蛋的話其實它是熟了的，試一下。哇，我估不到可以這樣做。哇，超好味。我覺得湯底很重要，因為平時可能你就這樣的湯底可能海鮮湯或者是雞湯咁樣，因為佢係越南湯河嘅湯底，所以佢有一種越南湯河嘅湯底味，即係東南亞味，所以係好好食。呢個我認真有 surprise， 呢個完全你唔會覺得係即係喺便利店度可以整到嘅嘢食咯。佢係好高級啊，佢個味，同埋我啲蛋蒸到勁嫩喎，你試下。平時啲韓式蛋咧，有時可能會蒸到好老嘅，呢個好。很嫩哦，好好味啊！呢一個，我都係超級成功。呢個你會覺得係越式蒸蛋都覺得越式蒸蛋，同埋你唔覺得佢個味高級啲咩？即係唔知點解眼係好似高級少少咁樣。即係你似係去咗一間越南餐廳有得嗌蒸蛋新 menu， 佢新 menu。係啊係啊，即係佢哋話呢個係越式嘅撈河，我覺得係因為咧韓國人對於河粉嘅認知就係、是。越南，所以佢哋會覺得呢樣嘢係粵式，但係我哋唔係嘛。個蛋咧，我覺得大家揾一個你中意嘅杯麪湯底，我停唔到添呢個。好，然之後下一個咧就係椰金薯片，佢係 original 嘅味道啦。我真係唔係太中意食呢一個椰金，我唔知點解，但係純粹對佢冇特別嘅好感啦。佢一盒裡面咧係有兩包，我哋淨係用一包就得啦。想偷食一塊，因為好耐冇食，唔係好記得佢咩味。唔係特別中意佢。第二個材料就係水。如果紙杯嘅話，就冚過咗啲薯片啦，因為呢個杯比較寬。如果陣間唔夠再加，然之後咧就要咁樣。其實係真係勁嘔心呢件事。夠唔夠熱啊？你嗰個水而家仲唔夠？其實咪要叮翻，再叮翻熱先。因為加熱水嘅話咧，佢先會散啲。我特登揀玻璃杯嘅原因就係因為我要容易啲嘅，幾香嘅我覺得，你聞唔聞到？聞到啊！佢有薯蓉嘅感覺咯。冇錯，佢咧就係愛嚟整薯蓉啦。因為而家佢熱啊嘛，佢凍咗嘅話咧就會再凝固啲。係啊。薯蓉可以咁整㗎，原來。係啊。平時我認知嘅薯蓉係整法好啊。勁辛苦，又要將薯仔烚咗，然之後又咁樣磨，然之後又加 cream， 又加鹽，又加牛油咁樣。而家你就咁加水啦。但我覺得個過程有啲核突。哇！你諗下，如果嗱呢一個啦，跟住咧整個嗰啲肉醬嗰啲 sauce 倒落去，跟住又鋪塊芝士，
哇，冇人知道，一定冇人知道。其實看落個賣相是真的我幾靚嘅喎。係咯，係真的薯蓉嚟喎。你做咩好像不敢食佢啊？因為我覺得有啲核突我食啊。是薯蓉的味道還有它的薯仔味很香我喜歡鹹一點我會想加一點鹽咯吃這個薯蓉的時候、啊、但是我覺得它這個薯仔香很重很好吃、啊、是可以用來騙人的哇是的去到一間餐廳吃到它你會覺得哇為什麼薯仔味這麼重的你會以為是一個又很高級的薯蓉誰知原來是薯片加一點鹽加黑椒會不會好吃一點、哦快速想吃薯蓉是真的 OK 嗯加鹽好吃很多如果可以的話加一些雞粉或者加一些味精好會更好吃沖水的薯蓉都是這樣的它們都是味精來牛肉味或者海鮮味還有、它忽然間像麥當勞薯條的那種味總之是加了很多鹽的麥當勞薯條味沒錯這個 surprise 的是的推介的激興激興最後一個就是番薯我哋揾唔到佢哋本身用嘅冷藏番薯咯，就咁用普通嘅番薯代替，應該係勁甜嘅我估，然之後就將佢切一半，試佢本身個味先。哦，本身好甜，佢應該係有加工過，之後放牛油。其實聽到牛油就知道一定係唔好食噶啦，係咪先？有咩加牛油係唔好食噶？冇，仲要係我最中意嘅牌子。有分別的其實不同牌子的牛油當然有啦真的這個勁好吃啊上飛機的時候一定是 swipe 這個之後哇、哦、好邪惡、啊、哇這個沒有我跟 menu 的他們這樣教的這個邪惡了你然後芝士任何的芝士啦但如果想個賣相靚一點可以用 mozzarella 因為會拉絲喂他等先啊，好，然之後落去叮，超靚，但頭先佢跌咗落嚟，超邪惡呢個番薯，呢、這個牛油芝士番薯，要冚翻埋佢，哇，好香啊！因為番薯本身夠甜，所以應該唔使其他調味都會好食。哦，有哇，有拉絲，有拉絲，有拉絲。哦所以點解一定要 mozzarella？ 嗯，頭先就咁單食番薯嘅時候咧，佢係甜嘅，但我估唔到而家加咗牛油同埋芝士之後，佢會變鹹。我以為係個甜味會更加突出嘅。嗯，但係都好味，唔錯哇，好肥嘅成個感覺。我自己個人，我可能會重口味，我加蜜糖，識食嘅人就會咁樣做。Oh、你試下。蜂蜜牛油味，对对对对对，蜂蜜牛油芝士番薯，点解？我觉得芝士同埋牛油个味太劲啦，即系佢哋系好抢嘅一个味道喎。哇！好远啊！唔系好得噶咋，一定差好远咯，成个感觉。呢个系你谂噶呢个？唔系呢个都系 menu 里面嘅，全部都系 menu 里面有嘅，大家。我只系尝试将佢哋重演出嚟。嗯，是不是有好多？佢真的因為頭先啲鹹味太多啊，可以再多啲蜜糖，我覺得淋完蜜糖要再叮咯，即係等佢有啲黐落去嘅感覺。我覺得佢哋好識將啲食合結合成一齊。我覺得同佢好得意嘅就係咧，佢哋款式上面咧係少啲，但係佢哋好識將唔同已經有嘅嘢食去組合成為一個新嘅東西咯。大家明白我講咩？譬如你喺香港餐廳嘅話，你可以喺餐廳裏面揾到各式各樣唔同嘅材料組成嘅嘢食，而且佢哋係唔同味噶嘛。哦。但係喺韓國會比較係點樣講好呢我再講一次先，韓國嘅做法比較係佢哋會將唔同嘅餐、唔同嘅食品啊、唔同嘅 menu 結合埋一齊，而香港嘅話，香港就係將唔同嘅食材結合埋一齊咯。你去食一個乾炒牛河，咁可能佢會用河粉、牛肉、芽菜、韭菜，跟住豉油咁樣去炒食一個新嘅菜式， oh. 但韓國可能會係將乾炒牛河 mix。可能沙律醬或者是一個茄汁的這樣的方式咯、okay. 比較少是
由食材本身去做一些新的菜式出来。好複雜啊呢樣嘢。最中意邊個？啊，係喎，我最中意個 P P 麵同埋蒸蛋啦，因為兩個我都冇再加嘢嘛。但係呢個我會覺得唔夠味。啊，